你有时间关心我干什么？你怎么不去关心你的庭君哥哥去啊？傅天意，你不会吃醋了吧？你是不是以为我喜欢你啊？你找我来，不是说这些废话的吧？看来跟聪明人打交道就是简单。义伯父现在一切安好，以你太子之尊，如果当真一切安好的话，又何须安排见面呢？ 你早就把那个臭丫头的父亲带到他面前了吧？母皇大军围攻枫烟渡，你究竟为何要保护灵儿？你为了什么，我就是为了什么。想不到吧，白庭君，我们之间还会有目标一致的时候。现在能不能救易福灵，就看你的了。 去哪儿了呀？你怎么把纱布解开了？我看看。不用你管。我重新给你包上。来。我说了不用你管。你干嘛？你有时间关心我干什么？你怎么不去关心你的庭君哥哥去啊？冯天意，你不会吃醋了吧？你是不是以为我喜欢你啊？ 被捧到天上摔下来的感觉特别痛吧？我告诉你，我最大的乐趣就是看着你痛苦。你干什么呀？什么干什么？今天不把这打扫干净，不许出去。哎，好累啊，我要睡觉了。慢着。 你往哪儿去？睡觉啊。天底下哪有主子跟奴婢睡在同一个房间的道理？莫非你真的想当我的侧妃？你，冯天意，我真是看错你了。不想当侧妃啊？那正好，来人，在，把这个不知尊卑的臭丫头给我关起来！ 这么偏，你又睡得这么死，今晚发生什么事情，你都不会知道了吧？